走走走走走走的好好一起走，文字过去一天变成去周游，走走走走走走个好好一起走，红薯片点点狗都是好朋友，错消灭过病菌都赶走，文字怪物全清楚，原来就全部留，汉字多美丽并肩又拉手，组织是门前前门深深小心的。我是谜语城的警察擦擦，愿为你服务。原来是警察。对了，您知道比利在哪儿吗？当然知道。真的？快告诉我。要女的走开。要女的走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猜啊。你可真麻烦，你就直说吧，我哪有闲工夫猜谜语呢？在谜语城做一切事情都要靠猜谜语。哼，那我去问别人去。给我回来。猜不出谜语就想跑，在谜语城猜不出谜语就得关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你还是乖乖的跟我走吧。放开我！比利，你在哪儿啊？进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想得美，猜得出谜语才会放你出去。放我出去！你好，我是飘飘。你会说话呀？文字国真好，纸都会说话。你有什么困难，飘飘愿意帮你。太好了。弟弟，我被关在石头牢房，速来好好。石和鼬很像，石字一出头就变成鼬字了，别粗心哦，千万要记住。把这封信带给滴滴和比利，让他们快来救我。放心吧。老国王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滴滴，我可找到你了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在找我的女儿，为了躲避吃书虫大魔王，她在四处流浪啊。你们是滴滴和比利吗？我是滴滴，你是谁？我叫飘飘，这是浩浩写给你们的信。我被关在鼬头牢房。鼬头牢房？这里没有鼬头牢房啊。要是我没猜错，他又写错字了，他是说自己被关在石头牢房。那我们赶紧去救他吧。好，快走。谢谢飘飘。不客气，再见。
被关在幼头牢。笨蛋，那个老头不是说他写错字了吗？那老头谁呀？想什么想啊，还不快去禀告大王。哈哈，你们可来了，都快急死我了。谁让你的关键时刻写错字，把石头牢房写成幼头牢房啊？又粗心了。哎，我的钢笔，这就是文字国国王比利。不认真是会铸成大错的，别像我一样。犯下了大错，落到了这步田地。仇伯。就这样失去了我可爱的女儿。由于我渐渐荒废了知识，终于有一天吃书虫大魔王把我变成一支钢笔，把宰相变成了一滴墨水。你是宰相？吃书虫大魔王把国王比利放进你的书包，只要你念错字就会掉进文字国。现在你只有改掉错别字，帮我除掉吃书虫大魔王，帮我恢复王位，才能平安回家呀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揭开谜底，把你从这里救出去。快抓浩浩，快抓浩浩。警局重地，不许擅闯。大胆。我们是奉了吃书虫大王之命前来押解要犯的。你胆敢违命吗？这快带路啊，快带路。不好了，吃书虫大魔王的爪牙来抓你们了。别慌，大家镇静，得赶快想办法呀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现在只有尽快猜出橡皮警察的谜语才能够脱险。哎，都什么时候了还猜？快让把门打开。浩浩就关在这里面。哎，原来在这里，太好了。哎，浩浩大人，我们来接你回去，快跟我走吧。快把门打开。不行，没法打开，只有猜出谜语才能出去。谜语是要女的走开。猜什么猜，我没工夫陪你玩。快点浩浩，快点猜出谜底呀。要女的走开，快把门给我撞开。给我用力撞啊。要女的走，要女的走开，你这是什么呀？吸女的走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要字是上下结构的字，下边的女字一走开，不就是东南西北的西字吗？西，谜底就是西字。快追！追！哈哈，我们快跑！快给我追！去看看。快追！在这里。到这里来，先跟姐姐再说。
刚才明明看到在这里，难道翻墙过去？笨蛋，墙那么高，怎么翻进去？肯定是你看错了。别担心，他们进不来的。这里是我们家，欢迎光临。让我来介绍一下，我是十日水，他是十日潭。你们好。谢谢二位大舅，我们将来一定报答。嗯，我们得走了，再见。门怎么消失了？这里是谜语城。猜谜才能离开，不猜出我们的名字是不能离开的。你们不是十日潭和十日水吗？那只是谜面，你要猜出谜底才行啊。怎么样啊，浩浩，有没有猜出谜底啊？我饿了，有什么可以吃的吗？没问题，都准备好了。你是想吃反着吃，还是想吃不准吃啊？又是谜语。本来就是这样啊，这里是谜语城嘛，不猜谜语什么都不能干。你就快猜吧，加油加油啊。开动脑筋吧，浩浩，不能就这样认输。哎呀，谜底是什么呀？